八公省出公。客家人早期于稻米收割后，会在田间种植萝卜，并将多余吃不完的萝卜晒成萝卜干或萝卜丝储存，冬天就可运用做成菜包。客家菜包就是用香 Q 的糯米制皮，包入萝卜丝、香菇、肉末等内馅的米制食物，因外形有如装猪仔的竹笼，又称猪笼板。菜包菜包。